5月30号，有网友晒出了一段岳云鹏在雨天接孩子的视频。视频中，岳云鹏身披一件大红色雨衣，脚上穿着一双蓝色老头乐拖鞋，看上去非常接地气。看到这个画面，哈哈哈哈，忍不住笑出声。网友纷纷逗趣道：“快来看啊，这就是德云社前两年最红的演员。”这销魂的红衣斗篷男子，这不羁的短裤拖鞋搭配，看这架势像是骑电瓶车来的啊。芒果捞新闻，鹏鹏是史上最接地气的男星了，报道。